每一个新事物的产生，都会有一个旧事物因被遗忘而渐渐消失。女书作为世上唯一的女性文字，仅有六位传承人，照此下去，再过一代人，女书就消失了。以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但是现在巷子太深，能接过这把剪刀的人越来越少了。这个时代啊，很少有人能耐着性子静下心来欣赏老一辈的东西了。大浪淘沙，沉者为金。千百年前，我们从点数斜弧的女书窥见传统时代下女性的自强不息，从指尖下的剪纸纹样窥见流淌在历史长河里的光阴故事，从造型各异的风筝窥见历代民间生活的美学艺术。千百年后，名创优品用新商品续写旧记忆，助力非遗传承，让文脉生生不息。有人在使用非遗，非遗才不会消失。中国名创，续写中国非遗。